坊さん。台湾身份证？没有。你有台湾身份证？没有了。什么证件？没有什么。你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越南。越南。对。玉琪哦。你玉琪啊？不是。你们有没有玉琪？我没有玉琪。警方了解后，发现该名阮姓移工，于1998年间来台后，便在宜兰一带工作。但因想在台赚更多钱，逃狱后便四处打零工为生迄今，想不到逃狱许久，竟会在大街上被万华分局警方查缉到案。逃走！在逃什么？东西